我是法国安娜。今天的主题是 Toulouse， 因为我是从那边来的。巴黎我也是观光客，因为我可能去了好像四次，一二三次，好像三次还是四次。巴黎真的不知道去哪里，什么好吃，要买什么，我真的那边不熟。但是南部很多地方我可以给你们解释。每次会想到那边，我就会就是我的心会有一点点。因为这是我家。Toulouse， Toulouse 是南西部，比较靠西班牙。巴黎开车可能要七个多小时，那是到巴塞罗那就四个多小时就到了。Toulouse 用人口算是法国的第四名，最大，前面巴黎、马赛、里昂，然后 Toulouse 第四名。然后那边的很多学生 ，Toulouse 有一个外号 ，Toulouse 叫粉红色的城市，因为。房子用粉红色的颜色的石头，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花是叫 violet， 那个花很像哦，但可以买很多，就是用那个花，就是废渣还是一些甜点，就是 candy， 因为那个花真的很像。还有一个喘气，说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意大利男生，一个军人，然后他爱的人是住 Toulouse， 有一天就是拿这个花去送他，就很浪漫的故事。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花是从这里来的，就是那个意大利男人就是送他的喜欢的女生。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蛮法国的，就是浪漫的故事。Toulouse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，一个很漂亮，就是有一个河，然后这个河是从一边是从波尔多到 Toulouse 加 Canal de Garonne， 然后从 Toulouse 到 Sept， 我写那个城市的名字，到那边是加 Canal du Midi， 所以这就是两个，不是两个河，就是两个 Canal， 不知道怎么中文怎么说。我老公喜欢跑步，他会经常在那边就是跑一跑，真的很舒服了。因为在法国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是天主教，所以那边有16个地方可以去拜拜，然后就有一些比较大，有一些比较小的。我就去那边一定要去看，像那个 Basilique Saint-Germain， 那个中文叫圣塞宁神殿，好像是圣塞宁神殿，不确定。然后那边 Toulouse 有名的是 Airbus A380， 也是在那边，就不是在那边做，因为是可能有一些部分是从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在那边一起弄，然后就是对。然后我记得第一次飞机飞起来也是在那边，是 A380 也是在那边的飞，对，去就是试看看可不可以飞。对，像你们如果去Toulouse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plaza。旁边就是会有很多咖啡厅、餐厅，然后对面就是会有那个 city house， city house， 不知道的法文、英文、中文不知道。去那边你要干嘛？
买东西，对不对？那边也有百货公司，也有 Lafayette。百货公司不像台湾，我们不太喜欢百货公司，我们比较喜欢最重要是那个很长的一个路，很大很大，然后就是两边都会有很多店，我们喜欢这种的，就是走路然后就是就不一样，而且你们会看到很多台湾没有的店，就是衣服很多便宜的，先去逛一些，然后名牌就是。法国的名牌一定，你们去法国是一定会买，我知道你们会买，就是去百货公司，因为百货公司也可以抵税，所以 Lafayette Toulouse 也有可以去。Toulouse。然后我想跟你们解释 Toulouse 的交通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开车，但是开车下班跟上班的时间真的会塞，因为坐捷运，但是捷运只有两。条线，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是 tramway， 中文说有轨电车，不确定，反正就是跟当初那边一样，没有很多。但是如果你们住那个 center， 就不用，你们就可以用走路了。我觉得没有很大。其实我应该，因为以前我是学生，所以我习惯走路，所以我觉得不大。但是现在如果带女儿，我觉得好累哦。但是有机舱，对，有机舱，所以你们就可以从。台北大部分我是从台北，然后可能在香港、在 Amsterdam 还是 Frankfurt， 还是那个土耳其那边也是可以转机，然后就是转一次，然后到图卢兹机场，国际机场，然后有火车，但是火车真的我不建议你们去法国坐火车，因为。又迟到，又罢工，又贵，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点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如果你们真的想坐便宜的，就是 bus， 对，公车，因为现在有缆车比较多，而且我上次我妹妹从图卢兹到波尔多就是付好像一块欧，她跟我讲一块后，我一吓到，我说什么一块欧？一块哦，就是一块，好像那个火车要20欧，一块我真的吓到。但是早上五点的，但是也没有差，对不对？一块真的，对啊，超便宜的，超划算。所以又难吃，但是真的不要火车，真的不建议。对，还是你们自己租车子比较好一点。对。要吃什么？你们很期待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 Toulouse 最有名的食物是 Cassoulet， 先给你们解释那个 Cassoulet 的故事，因为其实很多你们不要怕，很多法国人不太喜欢这个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超好吃的，真的。以前就是也有老的语言叫 Occitan， 然后那个名字是叫 Cassoulet。为什么这个名字是因为那个就是用那个碗做的，是加 cassoulet， 所以 cassoulet 我们觉得差不多，对，所以就变成 cassoulet， 对，因为这个碗的名字就是这个。在法国有三个城市吵，他在吵架，他们就是说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城市有名的，这个是我们从到底是哪个城市？有 Toulouse、Castelnaudary 跟 Carcassonne， 我其实都可以。然后有一个故事，我们要谢谢英国人的。很久以前，我会写那个剧情了，我真的不会记得。对，就是我们叫到那个100年的大战，就是跟英国人打战的时候，他们打那个 Castelnaudary， 就是从那个城市，他在外面就是等我们，就是没有的吃，没有的喝，就是那时候真的里面的人就没有的吃，就越来越弱，就感觉就会。输了，我们要准备一个战给他们，给我们的军人就是很有力，就可以把那个英国人就把他赶走了。所以他们用那个，那时候不是豆子，因为那时候法国还没有那个白色的豆子，然后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做，然后很多肉，然后滚墩墩墩墩，然后就是咖喱列出来，然后给他们吃，然后哦变得好强了，哦，都英国人就跑掉了，就我们赢了。是白豆跟那一些肉，然后其实很多肉可以做，可以放猪肉啊、鸭肉、鹅肉，还有牛肉应该不用吧，煮很久，真的好喜欢。但是我第一次
第一次我带我老公去 Carcassonne， 那边真的很多餐厅就是买这个，但是我知道那边很多观光客说一定那个味道不是最好吃的，但是我就想啊，没关系，给我老公吃吃看看，然后就是点了这个锅。老公看到最好还是问他。那为什么？他觉得很难吃。你不喜欢吗？可能是我没有吃到好吃的，豆子然后煮的很烂，然后味道不是很喜欢，就好像你不喜欢臭豆腐一样。你不可能，这个跟臭豆腐差很多了。这是卡苏雷。卡苏雷。老公最不喜欢的。想到一个味道跟它很像。果罐头。No。你有吃过果的罐头吗？味道。要不要玩里面游戏？我闻过。不过这个影片有1000个按赞，我老公玩这个游戏好不好？安娜吃果罐头。我老公玩这个游戏，安娜吃饱了，1000个按赞哦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，这个不好吃的，我不会自己煮，我们家人可能会买比较贵的罐头，因为这个比较便宜，所以当然那个味道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去图鲁斯就是要买回来，就是一点都吃，像这种的，你们看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老公买的，当时其实没开过，从。啊，已经过期了1年，但是是这种，这个很好吃，很甜，不很甜，但是很好吃，很香哦。然后那个盒子，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当礼物的，所以你们去法国就可以买这种的。我记得机场也有买，所以如果真的卖太多，还可以在机场买一些了。然后要买什么？然后红酒，我们图卢兹也蛮多很有名的酒，所以我跟你解释，就是这个红桶蛮喜欢的，不是就波多而已，还有很多波多。就很有名，很好喝，但是还有别的。希望你们喜欢这种的影片，然后下次可以介绍别的城市，还是别的东西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哦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可以按赞留言哦。阿皮达。哇。问题，你喜欢吐鲁斯吗？当然喜欢啊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啊。第一名是什么？第一名，刚刚一直在比自己。这样对吗？对呀、啊，不然你怎么讲？这样你在比自己，对吗？看得到，对，看得到，我后面没看得到。好了，第一名是什么？你最喜欢的什么？当然是安娜啊，没有你，我会有机会过去图卢斯啊。蛮喜欢图卢斯。哦，图卢斯，哦，图卢斯。Break up.